少主到。这就是三年前血洗金水帮的银玉楼少主吗？从没露过面呢。阿江，他是银玉楼少主。这河阳虽说热闹，但平常能闲聊喝酒的也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。我只有你一个。杨采薇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发誓报恩。随路途斗转，彼此在此指着天地间。滚！谁允许你碰我的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给我闭嘴！他却因你枉死。杨采薇，少主，杨姑娘的，他死了。杨采薇，杨采薇。你说我现在活得像个俘虏，每日活得朝不保夕，让我留着这条狗命回来见你，我活着回来，你却就这么死了。不亲手杀你，又怎能消同是挚友之恨？娘子，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要管这个小混混？你跟他是我在河阳仅有的朋友。你这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，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只有二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，再不给你包扎你就死了。哎，胳膊受伤了，再不给你包扎你就死了。忍着点啊，兰花姐，你好好认认，给你银子的人是他吗？就是他。一个京城来的大小姐怎么会帮我，又怎么会打杨采薇才会的兰花姐？随路途斗转，彼此在此指着天地。阿江又发什么疯？你到底认没认出我啊？上官小姐的话我自然是信的。少主，她的话不能信。我说了我信，不过大人可要记得，他欠我一句。今日是初六，可阿江约好每月一醉的日子，他已经认出了我，会不会去酒馆等我？这江湖险恶，我确实无人可依。你既然无人可依，为什么还要在这厮混啊？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每个月可以陪我一醉的好朋友。好朋友。少主，行了，我又没说不去。小二，这壶酒留着，一会儿自有人。公子，这壶酒凉了，我给您换壶热的吧。他说过，酒凉沁人心，就这么放着。只有我者，莫怪阿江。杨采薇为何会变成上官职？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少主。你准备这些做什么？我要确保一人永远无法再从我的视线里消失。阿福，把桌子往外拖一下。是。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，令我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你别胡说。没胡说。阿江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咱们先做朋友，多了解了解其他再说嘛。好，我也是受宠若惊。